不是这个，是司机姓名、手机号码、车牌号、车型，我给你编辑好了那个。
一位，十七。 Thank you.
这个好像白家石来的。 Thank you.
巷子里传。对呀、啊。尊敬的游客朋友，欢迎您到颐和园坐火车。颐和园是著名世界文化遗产，全国著名观光客单位。优美的游览环境依靠我们大家共同来维护。请您在游览过程中不要随意践踏草皮，不要攀折花草树木，自觉保护文物和园地各种设施。我们对您的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，祝您游览愉快。一来就是这样，忙与忙吧。
结果不能参加。上次搞那个。这是下班了是吗？下班了，可以进去吗？
下班了。我们在这里报道不行。哎，师傅，这儿能进去吗？下班了。下班了。嗯，对。那行，好嘞。对，随便，不用关注那么多。
道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了你。尊敬的游客朋友，欢迎您到颐和园参观游览。颐和园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。上海的92号游4块多一升。你恐慌多远你也不怕呀？依靠我们大家共同来维护。请您在游览过程中，不要随意践踏草坪，不要攀折花草树木，自觉爱护本地和园内各种设施。我们对您的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，祝您游览愉快。给他阿姨照的，比我都照的感觉。你没听见吗？那车子坏掉都不是开坏的，都是放的时间长放坏的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帅哥，等一下啊！好好好，马上啊！谢谢你啊！谢谢你，不客气。
看，今天又赚了1000多，对吧？看红线了，只有那个带穿的。
小宝接回来了。嗯，刚接回来呀。我都说了，没有人会这样谈我。坐的人要，他这个事儿呢。七七，七七，我信息给你找的，我来看。你得找穿那鸡才行。不打电脑里边了。演一下屏，啊？演一下屏。九月八号一共是十二个订单，外面一个，上海是十一个，我一共发了几个呀？
我看石葬亭怎么走？啊？石葬亭。走吧，这边。那你笑了。是那商店吗？啊？那商店吗？在哪一面呀、啊？这边过去是吧？这边后面能进去。进去以后是一个石头。啊，行行行，谢谢。拿您的手机，然后在这个位置，我给您拍一张这个船。你那个位置拍不好，就我们站在这个位置是最好的。
对了对了对了，十也是外地的，十是深圳的，然后十一是那个王文波那个到浦东那个，到浦东酒店的那个，然后十二是王卫军接了，这样就对了，正好了。